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朱婷当主持，我主持到中央海门内会风环境区，我这次有几个些方向，就是当年爱国将领孟庆祥以目光投注的方向，江门崖山。七百多年在南宋左丞相李秀夫逼着宋帝调兵到底起个丁倒海，随后或者大清后继，甲公民更改十多万人，也到起个地方相继殉国。南宋王朝就此覆灭。赵昺错过了最后一次逃生机会。第二天，元军再次发动猛攻，陆秀夫见大势已去，决定投海殉国。他先将自己的妻子儿女赶下海，然后对八岁的赵昺说：“国事至今一败涂地，陛下理应为国殉身。”德佑皇帝当年，南宋末年，孟庆祥到中央屯兵，伊本来是想打直奔到捷定继续抗亡，直奔潜出南宋小桥天心的落脚点，没想到死而亡危。孟庆祥呢，伊被亡兵掠到之后呢，从中央压制了江门崖山，亲目地抬着十多万同胞投海殉国。到这段惨痛的历史之外，包括孟庆祥到来，必定也无想到南宋到中央名声留下了一刻惊天耳闻，就是中央直头音乐。史料记载，南宋灭亡之后，随孟庆祥来到中央的南宋在朝护卫协助两个兵丁流落中央民间，或者以道观隐瞒自亡。五兵王本掌管京城音乐，伊带来了各江歌剧及旅游资料。每年农历八月十八，崖山海战纪念日，到中央南端就小国之名。五兵丁南宋著名营造在朝古客，每期名望小相会，以此造念十万崖山东风，以至万国之衡。现今中央直头音乐如一个专业营造队伍，到中央区担任文革协会，伊人个基地到名声扬名之余，这个是中央直头音乐个三级传承基地，也是中央区近年新兴个一处工业文化场所。喂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今日托你个福。有别有着咱中央直头音乐哦吼，就是乐器的传家学。迄几首乐器有咩特别之处？你给我介绍一下好唔好？这个直头音乐，个主要乐器呢，就是这个笛。嗯。然后呢，就是管。哦，伊有多吼？管比较多。比较多。笛管声小，是直头音乐来底个主要乐器。雅虎。雅虎。笛器。沙溪哦，那就算那沙溪琵琶精，这把是琵琶啊，琵琶就精，古精。中央笛头锣鼓，真呢，台了只有在个乐器啊，那个也台台出电影直头音乐来当乐器，真个是非常丰富。但是啊，顾名思义，电影直头音乐相当要个肯定是自己的。遐我想啊，自己的来当以后好再来喊，落来那就再来了解一下。
吴老师平时收集家里了一批电影特头研究倾向，其中有买有兴趣背最春的公车谱。从在背刘先生邓阳，团购邓来抓，再团购调的香，再交地谷水，再交吴老师接的背，算是对吴道传承者。伊人原来有十三位师兄弟，是进行电影特头研究的东江力量。现在多时间已经不在了。吴老师今年83岁，是电影特头研究的社协会主传承人，伊多出了不少徒弟。啊，吴老师啊，你做咩真是笑呵？仲有的啊，顿顿多多拢总有，至少的确是拢总间人电影特头研究来都用个的啊。电影特头研究的，是专用个。我是装的应该，装的应该，这电影的头，嗯，就是28张。哦，这只机就是能装的个的，伊是有28个张。哎，28张呢？哦，迄是灭掉。灭掉。只有锯掉。哎，只有装出灭掉，但是电影的头。遐我看到自己的啊，吼，有滴啊包浆，好像好久哦，没有自己的。自己们才80年。80年啊？遐做咩老照顾？这是我老师，等了23年，后传授给我。传说当个灵有28只骨掌，所以自己大的也叫做灵的，却就是个嘴话叫做灵涛红梅仔。另外，调音考验一挂发音家当当唱杂种，应到吹的个时候，往往有一股比较硬辣个调音味。到表现直播三五个强音师，要格外个有味道。谢谢吴老师，谢谢吴老师。吴老师呢，因为咱唱曲啊，吹得可能只等呢，恁也听得出伊个声音是职业病人影响，所以无咩咩发出声音吼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话该用营造。这个吹得个时候呢，事实是要求这个营造者精气出当唱，所以呢，老师呢吹了18只的，可惜就在老师啊，只是当时出了好在精气啊。的头音乐发扬于惊天广告，从曲式结构到上录尖镜，拢保留惊天音乐的风韵。古朴、张荡、典雅、秀逸、清丽、休扬，古龙九的中国民族传统色彩。只出古调古乐，古学教的艺术家德及学术研究家德。回到电影特头音乐呢，咱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朋友，伊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邓桂洲先生。邓先生呢是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电影特头音乐的，以前也是电影特头音乐的社协会主传承人。希望想要请教的邓先生吼，你当时啊，怎接触到电影特头音乐的时候，你对这个音乐是有咩深刻的感受呢？本人对这个电影特头音乐啊，从小比较。喜欢，就这个电影特效用啊，较少就用啊。但是多好个时间，无机会，吼。电影特效用啊，伊本身都是叫做健康个用啊。伊吹走各方面拍照起来，个用啊伊比较休闲，比较休闲，也比较大气。
电影直头狗狗啊，一开始个营造拢是悄悄些病哦，轻轻茫茫，但是佮只点呀悄悄，所以咱听着悄悄个音乐，咱个心有变非常美个静落来，咱再来感受一下。直头讲，我以这点是红烧规定的方式来走，匆忙到尾。个石头路高呢，甲漳州个大路高，本身是有区别个。虽然大致个拍片后去都是相似，但是最顶有区别个是岭造后去。漳州个大路高伊个岭造后去是素呐，漳州个石头路高伊个岭造后去就直定是28尺个大地。狗狗带我回到唐宋，去回避鸟狗家下喜直我黄花红地。中国音乐学院曹家家小评价：电影直头音乐以其低、棒、大、硬、夹带独特性格，非常屹立于当今民族音乐之林。以喜在每秒之纯真的乐风乐韵，在好歌之时。多聆听七里，觅回潜意之中，制造了爱声重生的音乐佳话。这个音乐呢，不是一般的音乐，好像从心里发出来的音乐，把心里对潮汕的热爱变成音乐演奏出来，所以特别感人。潮阳笛套的音乐非常有魅力。这种魅力呢，首先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气息，我们能从这样的旋律中听到千年前中国音乐的魅力。潮阳笛套在今天的时代奏响，也跟我们现代的这个音乐思维相交融，体现出更多的不同。我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去听潮阳笛套的音乐，体会这种中国古老的文化。由于历史的演变，今次的电影《直头音乐》剧目大多已不是700多年在小生活的平调意味，只是充实丰富了不少黄花所过盛世盛品的内容。行春跟王家的这首名道剧目，是这首王力皇帝填诗的《月之诗经》《月娥卵》。电影《直头音乐》形成剧谱直达外界，伊是源自唐宋的京腔音乐华夏之声。伊当时是电影民间艺术界三大瑰宝之一，伊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。无论音乐界或者普通民众，拢对这只中国民族音乐界活化石倍加关注和珍惜。特此感谢东城文化协会18年的坚守，让这只活化石到电影名声传颂落去，日夜发扬光大。电影包括老山头、个老树，伊都来烧火，
所以说我这个本身这个声音低低哒哒，样样难。我必须要把两支歌咧通顺咯。每就二六是中秋音乐，星期六下午是古筝，几多个重量的考验啊。平时如果有什么学习啊，学习这个电脑的考验，咱可是两会同时啊。只是充两会，充无两会啦。两会他只个乐器用两多，其他拢黑去。非常难得，讲起这首歌。